人民币什么时候断盘？中国是否会在2020年底之前断盘？假如说中美能出现一个真正协议的话，中美之间那个广场协议什么时候会出现？三个问题，我一一回答啊，一一与大家探讨啊。那首先呢，人民币，我先回答人民币什么时候崩盘呢？人民币要崩盘，不是不可能，但是很困难啊，因为美国的那个美国那些利益，美国那些外资还没有完完全全，不要说完完全，大部分还没有撤离中国。什么叫撤离中国呢？你先说金融业吧。美国的退休资金，几个大的传统基金呢，在美国在中国股市呢投资了很多钱。最近在5月份、8月份、11月份，这 MSCI 还加重了中国 A 股的一个权重啊，就百分比，然后就结果呢是被动吸引了1000亿美金啊，1000亿美金。还不断在涌进大陆，这个问题还没搞定。这你必须，美国政府必须推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资金要抽回来，起码要停止继续涌进。那怎样可以停止啊？你先搞定 MSCI， 先搞定 Morgan Stanley， 因为这个指数是 Morgan Stanley 弄出来，百分比是他们自己弄出来，然后那个百分比，那个中国 A 股权重的百分比，就影响到买那个指数的指数基金，他们被动需要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让更多的钱投到大陆股市里面。基金无罪，真正的关键是 MSCI 这个指数，而 MSCI 那个指数后台的控制人就是 Morgan Stanley， 你先把 Morgan Stanley 搞定了。看哪一天美国政府开始干预，或者是查 Morgan Stanley， 那戏才开始。那什么时候Morgan Stanley 开始被DOJ 或者 SEC 开始查了，那个故事才开始，那个潘多拉盒子才打开，所以还有很长一段路会走。11月份会再有一笔钱会从国外会涌进大陆，所以中美贸易谈判现在要谈妥，因为准备11月份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笔钱涌进去之后不用做接盘侠股市可以有所上升，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大家假如说有看我的视频，那就会慢慢可以累积到一种能力，就是综合分析的一种能力，把几件事情凑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的故事，我们需要拥有这种能力，然后呢回头说了那个人民币会不会崩盘，你不断用美金进去啊，怎样崩？无法崩的。而且中国也可以透过香港得到美元，不断得到美元，因为他可以从市场里面，不断借美元，透过香港借美元，然后呢就支撑，人民币的汇率，填充，那个外汇储备。这种做法，借美元靠借那个就一年期的美元呢，用那种 forward 的形式去支撑汇率，韩国当年呢亚洲金融风暴，顶了差不多2年左右，泰国也顶了差不多1年半左右，所以这个手法是可以撑，好一阵子的。所以，人民币是我会认为不容易崩盘的。
那中国会不会2020年登台呢？这个很多很多人关心了，啊，很多很多人关心2020年到底中国会不会登台的年底之前呢？我认为照现在的一个发展速度呢，难呢，难呢，技术上面难呢。因为要真的中国要崩盘的话，我先简单讨论一下要有什么前提。我们就看看中国曾经有崩盘的危机的，在之前啊，文化大革命89，首先需要有一个内乱，就经济崩盘，然后呢大家感觉到在社会生活很困难，没饭吃，然后没钱，然后呢就出现发生一场社运才可以崩盘的。那现在是十月份啊，距离2020年年底还有14个月。我现在认为14个月，我们在算数啊，14个月我算它就真的要发现这场社运，然后推倒中国政府的话，香港也搞了4-5个月都没什么动静，从6月份现在搞了4个月没什么动静，地铁是无法坐了，现在9点钟关门了，但是大家日常生活还是照正常那样过，没什么影响啊。然后中国还这么大，还这么庞大。所以我会认为，而且我们看看89民运的时候呢，8964的时候呢，就基本上也是从年初1、2月份搞到6月份，也是搞了4个月。对了，那个年代也搞4个月，然后现在这个年代会搞更加长，为什么呢？这一代人比较懒散嘛。你叫他上街，他第一个会问什么问题啊？能不能上网代替？我在网络上面支持，我在网上支持你，行不行？有没有空调？哪里吃饭？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这一代人是这样考虑的吗？不会像89年那样，大家就打了鸡血一样，就没事了。没地方冲凉就坚持2天了，没饭吃的话没事了，我吃一个面包就可以，吃个馒头就可以。现在有没有看过午饭时候、晚饭时候谁在坑馒头？谁会坑馒头？我见不到。但是在89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面真的看到那帮学生在坑馒头。现在的人是熬不了苦的。你看在我们在内地，我们看到所有人基本上都撑着一个肚腩，每个人都开车的啊，许多人都在开车，没有车也有摩托了，踏单车的，说真的现在就只有 OFO 啊、摩拜啊那种单车会有人有，没人会再买单车，对不对？骑马的电摩了，踏单车了，就父母那一代还会了，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会。所以我们要看呢，这一代年轻人已经习惯了用一些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但是你要办一场社运呢，首先我先不说钱，先说物资，能不能上网啊？那肯定会断网了，到时候一断网的话，大家基本上等于是断了一条腿了。没好东西吃，只能啃馒头，喝白开水，谁愿意？第三，没空调，搞定。我并不是说那个社运会失败，我是说会拖很长时间都无法最终成功。
现在香港为什么拖四个月好像没什么事发生，那并不是因为就大家在那个冲劲上面是有所不足，而是因为真的闹事的人不多的。其实假如说闹事人够多的话，白天也会闹事，晚上也会闹事，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国各地不停闹事，不会像现在这样好像准时就上班准时就下班啊，六七点钟出来十一点钟就回家，不会如此的。大家看电视，在网络上面看新闻，可能看到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假如说你真的是就你真的有机会是在香港的话，你会发觉非常有规律性的，真的好像上班下班一样，到点就回家了。所以我会认为假如说在中国真的会发生一场社运的话，我会估计半年也闹不出什么事来然后呢半年时间起码都要用来酝酿一下，那就是一年了。那等到十月月份还没开始搞的话，基本上就没戏了。没戏的意思是说2020年中国崩盘没戏了，等到十二月份就知道只是中国不会在2020年崩盘，不代表中国不会出现大变化我会认为最终的中国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巨变到时候先不说到时候真的是有这种趋势，有这种苗头出来的时候，到时候再跟大家说。现在跟大家说大家无法想象因为也是跟男同学被男警察轮奸那样难以让人接受。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吴建侠假如大家看完内容之后感觉可以的话，请按一下那个订阅键然后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赏咖啡谢谢大家的打赏，谢谢。